孩子一步到九塔跟前，这边呢为二老准备了金婚的喜庆酒塔。麦克风给我，您这酒啊得您拿着，老娘来托住老爹的手腕，来一起慢慢注满你们爱的源泉。吉日良辰祥瑞生，花团锦簇春意浓，百年好合结连理，一世恩爱伴终身。金玉满堂财源旺，家庭和睦万事兴，福禄双全人康泰，荣华富贵永恒同。二位老人走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经过了很多日子，那么他们的爱天长地久，都到完都到完，地久天长。那么这个杯塔也是高老师对二老的一个祝福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，感谢老爹。问问老爹，知道为什么这酒塔不会被倒满吗？因为您都是仓子了。这个叫四个字，叫幸福美满。掌声送给他们。好的，那么来，二老请坐，二老请坐。接下来就该我们张明的夫妇张明先生，咱们的运秀玉女士，请你们闪亮灯塔。来，手牵手从那边走过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二位老人的儿子儿媳手牵手走上T台。